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自己私底下拍照的一些心得。那其实我自己是本身不太喜欢拍一些像这就是直接这样没有东西然后直接拍美美的照片，因为我自己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拍太多摄影师拍美美的照片，我又拍不过他们，然后我也觉得说那就会用一些比较玩味性质的东西。像这头套呢，我就会用这些比较可爱的东西加重我那个画面的感觉，那我就会戴这个啊，就可以跟他一起玩，然后拍起来就会觉得好可爱。像是他就有脚，我就开始跟他玩啊，这样，或者是说，哎，遮住他的眼睛，对啊，就是，对，类似这种方式。然后或者是说，因为我就会觉得可以跟他有一些互动，然后整个感觉拍起来的照片也比较缤纷可爱。像这种，对，这种我是看不太到，就是感觉用一些装饰的东西。